佛光山新马寺一笔字馆日前开幕，展出画家黄寿忠系列作品，画笔下的多彩多姿，将自己的生命所见融入笔下创作，包括人像、景观以及书法字等等，丰富绚烂，缤纷多元。为什么我会写很多禅字？因为我觉得当你静下来的时候，而不是清静的那个静，禅静是清静的那个静，可是对我来说是静下来的那个静。因为当我绘画的时候，我专注静下来的时候呢，我好像入了那个禅，然后就会发现到你内心的一些。79幅创作，每一幅都扣人心弦，令人震撼。黄寿忠分享自己因母亲对星云大师的敬仰，在耳濡目染下开始描绘大师画像，感谢住持如宾法师邀请展出，能够向大众分享他的创作成果，透过艺术感受禅法，陶冶身心。你见新闻马来西亚新山综合报道。